阿令邦昂只7年养2000万签约金买台南透天厝。哇，难得阿令这么有诚意耶！我今天好紧张哦。他今宣布加盟 Sony 唱片，还很有礼貌的穿了胸前挖空装哦。家长有来？对，家长。瞧很久哎。啊，可是穿这样子，老公知情吗？因为我有就是在选衣服的时候，我就会就是及时的传给他，他就很开心的说：“哇，是要穿给我看的吗？”我说我记者会晚会回去穿给你看，回去给老公看就只剩蕾丝的部分，应该就剩内裤吧。嚯，人气尺度大开耶！他这回跟 Sony 签下3年2张专辑约，据悉签约金2000万元台币。对啊，都可以把台南的房子。因为他前阵子在台南看房，可以付清100。已经买透天的。哇，这样的老婆哪里找啊？可是夫妻俩台北台南分隔2地耶，这样 OK 吗？就是会有的时候会有一些惊喜啊。之前就是好久也是结婚周年的时候，他就送我那个钻石的耳环啊。最近一个惊喜，他买小车给我。那今年就满7周年，会担心7年。所以一点都不怕气。苹果与浪赖有喂饱，有止痒霸道。